一色轿车临停路旁，还是上车之后直接切进主干道，没想到后方来车直接撞上，还往前推撞了一段距离，才停了下来。我要解释一下我们的作动原理：当驾驶人转动方向盘，会带动底下的旋转编码器，产生右转。 或是左转的讯号给Arduino。如果是右转的话，就是右后照镜往右边偏；左转的话，就是左后照镜往左边偏。当方向盘回正，会产生一个回正的讯号给Arduino，就会把镜子转成正常驾驶的角度。 左图是后照镜角度，如果方向盘没有转动，后照镜的角度就不会有变化。右图是轮胎的角度，可以对应到方向盘转动的角度。现在方向盘没有转动，所以角度是零。左图是后视镜角度，因为现在方向盘有转动，所以后视镜角度就会变大。右图是轮胎的角度。 可以对应到方向盘转动角，现在方向盘有转动，所以角度是40度。拜拜。